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经纪人说一件就250，就玩神经病。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看得出性价比。我们来看下一个。老表们，那为啥同事说我是爱金眼猴，又说我给家留母，那是咋回事嘞？你说我到底是爱金眼猴还是给河南留母？恁都说我不开口长么，一开口给家留母。我也不知道恁咋回事的，我这口音又没事，这多好了，河南话多好听了，恁天天真会说。凯撒说：“美丽的咽喉，让我们一起统一这世界吧。”咽喉说：“宠。”陌生人给我糖，不要不要，陌生人带我走，不行不行，陌生人敲家门，不开不开。扣子说：“陌生人给我糖，他就是我爹娘。”今天的网友投稿，好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Monkey brother, monkey brother。Mountains of five elements can hold you down. Pop da ba sun walker. Monkey brother, monkey brother. You are so rare. 把我猴哥压旧金山了。哎呦我的妈！猴哥当年闹的是白宫吗？不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下一个。米其林餐厅流程：盘大量骚，摸酱爆炒，总结的非常到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满分十分，我只能给他8.4分，但确实。有1.6。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儿子年纪前上开家长会，我穿哪件？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儿子是成绩年纪前三，不是天天消费前三。哎呦我的妈！看得上我有眼睛尖。我们来看下一个。去告诉妈妈，就算她70-80了，我也一样爱她如初，去吧。爸说她一样70-80的，她爱她老如初。让你传情书，不是让你下战书。这话让你给传的，也是没谁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见面睡觉呢，见面。哎呀，睡醒了没有？起来上课了。起来上班了。上班了啊。我以为我爸刷牙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让你们看一下我恐怖的爆发力，看气球。我一下子就把这两个气球用鼻子吹起来了，可见我并不是浪得虚名。有一种感觉挺牛逼但不羡慕的感觉。再一点都不羡慕。我们来看下一个。吓我一跳，来看这评论啊，放一个被地下流酒。还得是网友来形容。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男朋友开车接我出去玩了，车子还行，有点偏商务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这家庭地位挺高吧？哥们，你这一看没少往上蹲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哥们，你跟我玩呢？嗯？不好意思了啊。哥们这么有诚意，送十花多十七。哎呦我的妈！我把老表放心里，老表把我推田里。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母鸡说：“不是为母不爱你，为母也要长身体。”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损呐！我们来个下一个。周岁四岁，虚岁四十五。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这么不住旁边的第四。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你这个毒妇，真要杀了你！甄嬛整了几十集都没整实，让你一个半地打死了。哎呦我的妈！这算是找到真凶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可能五十了。老板说一只一千，一对两万，还得是网友来估价。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他听话，不道别，把草比别别，晚风拂。代入感很强，我已经在军统的地牢里挨鞭子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三只要一起上去。医生，我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我打完了。再等会儿吧。医生马上就刷到你了。哎呦我的妈！等会儿人马上上热门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哈哈一半是牙来了。还得是网友眼睛尖。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我以为安哥叫开头呢。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不行不行，真的好好笑，再试一试。哎哎哎，贝贝里呀，贝贝里呀，数据电量95%，汇率电量2%，这就扎心了，老铁。我们来看下一个。感觉你不像是去旅游的，倒是像你接班的。评论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宝宝怎么那么可爱？宝宝你男狐狸女狐狸，我读书养你呀。
这些狂妄狂妄天下一了，几千年来读书人还是好这口。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那么到底是谁装反的呀？闺蜜家，我家，一个贱屁股，一个冲不动。哎呦我的妈！形容的非常到位。我们来看下一个。Oh, 不 OK, OK 不 OK, Oh, 不 OK, OK 不 OK, Oh, 不 OK, OK 不 OK, Oh, 不 OK, Oh, 不 OK, Oh, 不 OK。张子豪说一分律师函，律师说 OK， 张子豪两分。这个笑点也是没谁了。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老杨说别怕，这是慈善家，还好。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春好雨意马上就要来了，他一样的飘，皮子问题有饮料。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损呐！我们来看下一个。介绍一下，我是英语老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马上上课。真共帮助两千人走进深山。这英语教的真牛逼呀！我笑的不行了。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养过一只，后来飞走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一句话把妈妈从百灵鸟变成了乌鸦。哎呦我的妈！差点被给毒哑了。我们来看下一个。一身节俭的中国人，这个蛋糕石你们都留着干什么？你们都留来干什么？来看一下评论啊，留着一辈子用不上，只要丢了，三年之内必有大用。非常的真实。我们来看最后一个。Rock ya！第一次见到摇的鬼分开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个视频一出，网友帮他 P 了张图。哎呦我的妈！得得有100米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刚考试，全部还是在试。性感而又不心机。还得是网友来夸。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哈哈哈哈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现在看视频。原来美式和黑咖啡不是一个东西，是有区别的。
got a friend in me。不同点在于美式后加水，把咖啡冲开，破坏掉咖啡汁，造就相对清爽的口感，而黑咖啡则是保有原本浓厚的凝结度，所以后加咖啡并且不做搅拌，直接饮用，你喝出区别了吗？ Nice。 一个是放屁脱裤子，另一个是脱裤子放屁。哎呦我的妈，那是网友形容的到位。我们来看下一个。一号吃一碗香拌饭，二号吃红烧肉拌饭，三号吃肉末茄子拌饭，四号吃红烧猪蹄拌饭，五号吃香菜牛肉拌饭，六号吃辣椒炒肉拌饭，七号吃肉末土豆泥拌饭。照这么吃不用一个月我就可以出栏了。啊真乖。我觉得挺好的，吃胖了还得再进去扮猪八戒。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完了，好几个宝宝走迷宫了，走错了。这边看见小朋友在哪儿呢？哎呀能看着，姥姥姥姥就在这儿，但是怎么找不着呢？往前走，来别撞上他。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明明看见的是姥姥，却突然看见了太姥。哎呦我的妈！太得让网友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判决如下：鉴于陈佳琪同学这次考个奶奶灯样，现依法作出判决：第一，剥夺千水会洗浴中心水上乐园一次；第二，剥夺加斯克马可王国乐园一次；第三，剥夺每日故事会；第四，剥夺每日平板两小时；第五，剥夺看电视及儿童 VIP； 第六，剥夺今年的压岁钱；第七，处罚金5000元；第八，剥夺政治权利一个月。本判决即时生效。最高法陈法官。上诉吗？有人太重了。再不行给陈法官解释解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就分开，我把车窗偷偷摇下来，看不见你脸上点悲哀，后照镜里反射我的无奈，你不明白。千万别流星回来，发量跟不上。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一会儿给孩子扔散架了。哎呦我的妈。看把孩子给吓的。我们来看下一个。三妹还是个麻辣女兵。这评论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别说到三亚了，到山东都费劲。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一见到一半资金链断裂怎么办？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想的周到。我们来看下一个。他走的每一步我都能把自己绊死。要我也是一样。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窗户打开，二头伸出去，三大喊，仨。
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挑战运动洗脸，不管师傅怎么洗，都怪他没吃饭嘛。开干，我玩的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恶意，就突然觉得好像，哎呦我的妈，中间那个发型是照着说的吗？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穿过狂野的风，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最拉着我。不是姐们儿，你哥们儿啊。哎呦我的妈，这个评论是真经典的。我们来看下一个。哇，我冲的离谱，我的大脑都没这么离谱。哎，你是网友会比喻。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毛就像钉三毛。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呀，这几张顶好看呀，好看人呀，对不对？这一看都有钱啊！这一张一看中，一看都有钱。对呀。下面网友给他配了张图，毫无违和感，他们终于团聚了，熊大家族。你是熊三吗？这衣服穿的我要笑死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去年买菜的时候他们送桶，今年怎么没有送？今年没送。没生钱，王权富贵会生后王富贵。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太帅了，人哥。单身起步真的帅呆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嫁进来只需恋爱脑，走出去需最强大脑。哎呦我的妈！你是网友点评的到位。我们来看下一个。简单的表达一下心中的祝愿，你先开始吧。我是新娘的妹妹，谢谢我自己的宝贝妈他说了什么？好像很感人。说什么不重要，情绪非常到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陪我坐月子第24天，已经学会战术性后退。战术性后退。口子说不能吃了，不能吃了。再吃我都下奶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哇，大衣这么奢华的吗？这个视频一出，下面的网友坐不住了。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孩，但是今后你可以不要强了，
你的墙来的。哎呦我的妈！还有下面这个大帅评论，就你们几个人吗？旁边也没个大人。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上面还有，怪我，忘把童话书合上了，公主都跑出来了。都是新人才呀，谁说男人不会哄人了？看了一圈，都没有重复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西哥，果龙哥，哈密哥，东哥，南哥。下面网友评论第一个，哎呦我的妈！到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下一个。烫头姐姑娘几年级？烫头后你姑娘几年级？网友多损啊！我们来个最后一个。第一个在车站见过，第二个在天桥见过。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What is love? Baby, don't hurt me. Don't hurt me. 先帝创业未半，古筝花光玉散。这轮椅已经买了一半，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婆通宵未归，第二天突然送我一枚戒指，姐妹们看看，是不是把送给别人的戒指送给我了？下面的评论说，看体型，你打不过的娘们儿。网友多损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回轮到亲家唱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人才呀！不是折叠屏买不起，是折叠屏可以有性价比。哥们儿，你当折叠手机用吗？我们来看下一个。我每次下车之后都会把后视镜给掰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的车是高配。哎呦，高配！哎呦，高不高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高低得配一个了。哎呦我的妈！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这是谁的不讲？猫说：“我以为要咬我，没想到是讹我。”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我们回老家，我穿两件新的回来了。咱们老家鱼很多吗？一定要带这么多网回去吗？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损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木木，你拿甘蔗别乱吐啊！我这有垃圾袋。我今天有没吐这个人吗？不用吐袋子。那行，你到时候帮我买件大一点的卫衣吧，最近我感觉有点勒。是有点小哈。到了，有数字，但不多。还是网友点评的到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怎么点？这个迷你的吗？
下面的网友说给你配个枣子喝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哎，你好，哎，没找到女朋友啊？你愿有女朋友好啊？你兄弟不知道为什么文静带点猥琐的，是吗？你们加个微信。拿，这时候不要假正经了。哪里说的不清？不要立这种高尚人设。加来，来，三，二，一，来，加个微信啊！今晚请你们喝酒。赶紧起来，自己猜。下面的网友给他截了张图，阿基这手上的剑挺厚啊！哎呦我的妈！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吸上去了。妈妈讲，这不是纯金999吗？怎么变成老铁666了？哎呦我的妈！哎，下面这个评论说，妈妈，你不是说纯金打造的吗？是的。师傅叫陈静，这些人塞呀！我们来看下一个。哎，好。你这是坐第一排了，你要坐最后一排，给他们全搀走了。幸亏你坐的第一排，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在上公厕旁边的哥们儿说：“可以点歌吗？”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哎呦我的妈！你别笑！转眼。你手上是涂了粑粑吗？哎呦我的妈！难怪这么听你话。我们来看下一个。真是我。请问你发的是科目三吗？还得是网友来形容。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考场如战场，有点僵尸很正常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下面评论说，到底要喝多少包才能练到如此丝滑？哎呦我的妈！看视频应该都笑肿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哥哥说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一口汤喝。这哥哥当得非常仗义。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这玻璃隔音效果可以。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我非常不推荐女孩养杜宾，那是护卫犬吗？你狠一个，你凶狠，你说250，说波波，他护卫不了你，但你绝对得保护他。啥也不是，养他干啥呀？女孩别养，你养完后悔。不许去。人家的是杜宾，你的是杜宾。哎呦我的妈！
嫂子看着有点腼腆啊。我们来看下一个。福利门，正儿八经的福利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男的说同意一起下，不同意你先下。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碗牛肉面唐僧吃都不破戒。哎呦我的妈，一点都破不了。我们来看下一个。你愿意许嫁给新娘吗？新娘说随便。司机说你愿意娶新娘为妻吗？新娘说都行。但就是接着玩。我们来看下一个。不是我新开的包又拍到你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老鼠说出门遇到喷子。还得是网友来形容。我们来看下一个。外面有水你不喝，洗脚水你喝这么大声啊，得脚气的。老妈计划。哎呦我的妈。再费点残留，味道无敌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你把酒往后拿了，兄弟。你以为你是助手，没想到你是棋手。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起床，勇哥。我不亲你大王，你不亲看一下你屁股。你不是谁。真太阳晒屁股玩的还是物理攻击。这是反射不是折射。哎呦我的妈。哥们物理学的挺好啊。我们来看下一个。不是科普奇，而是贵妇更用性价比，开局只是一个小骷髅，魂花魂骨全靠自己打。谢谢，游戏很好玩，已经卖了一套房子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么多鞭炮。老祖宗说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慢慢说。需求量太大了。我们来看下一个。来来来来，红包红包。不要不要。拿着。哎哎哎。红包拿着啊，买糖糖啊，拿去。哎。拿着。哎呀。哎呀。下面的好友背了张图，旁边的妈妈。哎呦我的妈。真的非常的形象，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眼二打火机，一身只点一个炮。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奴才。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来总结。我们来看下一个。和闺蜜一起感动哭的礼物，火锅麻将桌，
赶紧艾特他们多倍快乐。爱打麻将和爱吃火锅的人都发出了尖锐爆鸣声，让每一颗麻将都变得咸香四溢。一台摆宿舍，一台摆家里，不敢想象会变得多热闹。我怕有人一胡，我直接下一次全推郭明。非常的真实。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个要是在我们农村飞一下子，那边起码要跪100个老太太。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希望你每天都实现爱着亲子吗？希望你笑的是真的快乐。等着点菜苹果没了。哎呦你妈。哇，有多神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小孩哥说把你们张队叫来，我跟他儿子是发小。别人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来跟你讲个故事。练文章遇到人练文章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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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在路边花300我买的烟花。这烟花是不是恐高？哎呦我的妈。这烟花可能胆子小了点。我们来看下一个。全网都在撕梅西球衣，我这可咋办啊？下面网友配了张图，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么大的包，坏了，冲我来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小朋友是我的邻居，那天正好他爸爸在打球，我妈妈说对面有个小朋友特别可爱，想养训多，就打球了。爸爸说你打的没有在学校打的好，投入的时候打得很好，可以接5-6个球。小孩子尽量不要太早学打球，容易伤到大人自尊。哎呦我的妈。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来看下一个。前面有个美女，嗨美女。兄弟，你哪个转的？哇，这个嘞都是雪，我脚卡到了，待会干了别的卡脱了，皮里有夹子夹腿。什么玩意儿？像是在法国高档餐厅点了一盘榨菜。形容非常到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毕加索出门为什么总是带手枪？带手枪，它可不是用来防身的，而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画风过于抽象。比如这幅画，大师在创作的时候每一次落笔都让你意想不到，你根本就猜不到他想画的是什么，即便是画完了也有很多人看不懂或者欣赏不来。所以如果有人质疑他或者追问他这幅画有什么内涵意义，这时候枪就派上用场了。当然这只是空包弹不伤人，只是起到吓退的作用。如果阁下不懂艺术，那么本艺术家也略懂一些枪术。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诸位该回上界了。西门航龙的游客免门票。我爸属龙的，我骑着我爸去喝一碗。哎呦我的妈。哥们真是笑出墙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年后采访还是这身衣服。他
大爷挺不合你一下，都显得我不解风情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人家还没藏好，你就开始藏。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损呐！我们来看下一个。不是帅哥，你美女呀、啊！这评论总结的非常到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么小的年纪，动手能力就这么好，不敢想象他妈的动手能力有多强。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他只是想开个家庭会，不想开新闻发布会。哎呦我的妈！孩子一脸懵逼。我们来看下一个。聚餐时，领导拿着半瓶茅台对你说：“小张，这酒拿回去给你爸喝吧。”想必他也没喝过这么好的酒。你说，高情商回复来了：“我爸喝不惯酱香，还是给你爸喝吧。”说完一仰脖。换嘴里，是个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好有钱，一次性就这么多鸭子。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林哥哥推荐你一个好方法，走进摊平对照，把背部摊在上面，背部折叠个纸飞机，将背部向正要折叠起来，注意了，看我手法，看效果。不用这么麻烦，我一般都是妈。哎呦我的妈！这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我们来看下一个。爸爸叫李可，妈妈叫李可，孩子叫什么？在线的李林波。靠一个林波两个。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大爷的一生从未出远门，但家里挂满了红色锦旗，只见一辆白车从大爷面前路过，眼见着在拐弯处落水，大爷却镇定自若的看着，仿佛早已习惯，然后和村民一起熟练的救人。很快白车里的人被救了出来，然后第二天就有一辆红色轿车经过的时候掉下了水，一个人在家的大爷见状大喊一声，然后拿起棍子就往外跑，熟练的把人救了上来。大爷一年功夫硬是把自己熬成了事业编。大爷搁家坐着不出一声，你有新的捞了吗？订单请及时处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你怎么把方向盘打得真棒，你怎么把方向盘打得真棒，你怎么打得真棒，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这两年的脾气啊，很多都不好，你平时给学员说啥的都有，现在生意也不好干嘛，每天给他们灌输一下服务口号还是有用的。你这把人撞得真远。哎呦我的妈。乖乖折戟真棒，今天这个人压得够扁的。还得是网友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几十个电话，爸爸认识这么多，一句完整的话，就为了听个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宝宝说来的时候也没说睡牛棚。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
哟，给大爷们续成海报了。哎呦我的妈！就开始的笑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有人。尿不湿，抱一个尿不湿，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真正做到事事有回应。今天的网友投稿，宝贝剧，我们先来看视频。厉害厉害，一岁半，腹肌八块，真的被网友看出来了。我来个下一个。过年就卤蛋两个，卤蛋两个，啊，卤蛋两个嘛。你那才是卤蛋的啊。我来宝宝说怎么回事，一眨眼功夫就到歌舞厅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Thiago, quando você terminar de aguar essa árvore, eu quero falar com você sobre uma coisa que eu vi no seu celular. Thiago, você ainda tá regando essa planta? Não tá dando, já. 不行你就说手机是我的。哎呦我的妈。哥们再交就红债了，我们来个下一个。老板，这些都是随便加的吗？对，这些都是随便加。哦。够够够够，这边。哎，粉你也随便加吗？还有粉吗？来来来。你好，给我来点。嗯。哎，对。够，真好。哎，哇，可以。他转身就走了，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不是，他转走了，别人怎么加？网友也是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我看不见。我是一个小小石头。雨花纸被你唱成了尿结石。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头一次欠房麦当劳门头上的。哎呦我的妈！哇，有多损呐！我们来看下一个。说咱也不知道带上老金当初是咋干活的，给你烧成这样，真诚的烧杯。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今晚两点坐吊顶。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我的牛自己会掉。
和我带工牌动作一模一样。哎呦我的妈！比喻的非常恰当。我们来看下一个，给大家还原一下我妈在家的万能语句啊。王嘉尔创作方面从咱妈这找的灵感，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今天我妈上鸡了，今天我妈上鱼了，今天我妈上鱼了。再不开心，爸爸就要杀人了。今天是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他想要孩子，完了是男的女一方，你说你干嘛呢？理发店顿时堪称法院了。哎呦我的妈！因为逼的法官大人吗？我们来看下一个。什么东西在奥尼尔手里都显得特别小？我想看他嗑瓜子，我想看他吃芝麻，笑得不行了。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这得迷倒多少花开富贵泰斯的玫瑰。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你咋不正常洗发洗过去？你问咱妈呀，这炕上盖一米八这么长，我一米八一，你说我咋睡？你小时候狗了八村，瘦吧干撑的，跟养不良似的，谁见你长这么大个呀？咱还比你高，谁跟你似的？小头发够不着碗架子，碗架一块饽饽缠你直转摸摸呀？我那真是。炕上有嘻哈！哎呦我的妈！这是没事搁炕上练出来的吗？我们来看下一个。当家家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还知道画皮挡行车。我走开了，赶紧。这啥龙？我疯了，这条龙可以申请低保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他在脑子附近过了一圈，没有人认领，他就把他带回家了。没想到过不久被人发现，一开始不太礼貌这一次，但是老板执意要给，我为什么钱也就收下了。还能再出来吗？小猫咪！哎呦我的妈！哎，是网友来评论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再见的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机会的。鲁班一个人。极限吗？一家粗粗一间被走出村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我得把盖子盖上。我生孩子的时候，宫缩疼的闭着眼睛靠在墙上，我老公过来凑在我耳边上悄悄的问我：“你在陶醉什么？”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比苏菲还棒！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损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这姑娘行，刚说我加个码，还能跑这么快？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Yeah!
如果背上有形状。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是公主，总裁还是聪明，他当总知道抓个凉菜。哎呦我的妈！总裁还是相当理智的。我们来看下一个。你怎么把工作了20几年的老员工给捞走了？一个20年的老员工，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在场的人不一圈，我们今天搞反向了，真的。要给老师鞠躬。真的吗？我说老师不让钱，室友说你不要给我哇哇叫。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几头？这不就老人吗？这不就走了？走起。OK， 停车。收，完美，出发。刚给你买了 iPhone 5，你就要 5S。没发现一天指纹，全是抬头纹。哎呦我的妈！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下一个。家人们，想什么后腿动不了了，这可咋弄啊？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茅草，从不寂寞。从我建议先给他做一个平板车，然后再搞个音响，最后再整个说话吧。还得是网友来建议。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可能是地方习俗不一样，我们村姐姐结婚不许弟弟现出原形。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要算死了！老邓明天8点准时来取酸奶。哎呦我的妈！我这该死的笑点，我们来个下一个。44.1%。下面来自哈曼卡顿音响专卖店的评论，这一跳你怎么弄坑？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个最后一个，看看新买个洗衣机，回来告诉你了，不知道咋使，没有按钮，我去上人家去家电的卖家电去问去了。到那嘎达，人家服务员啥也没说，就把这玩意给我揍下来了。我一看，我也啥没说，我就走了。你走了之后，他啥都说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是一场憨憨淋漓的蛋仔派对。哎呦我的妈！网友多神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包子10分熟，火鸡6分熟，都是熟人。我们来个最后一个。马下球，等一下，马什么球？这什么叫马球？结束了，我赢了，我白球直接在这儿直接吃5号，五号反复就是拉这个7号，7号之后又4加3，这不打3号，3号到你带，这不打9号，9号到2号这
打黑帮，是不是？你俩跟电话里打多好。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啊，这个就叫专业。风浪越大，鱼越贵。大我叔知知道，大我叔单，但是第一次见。哎呦我的妈！今天真是长见识了。我们来个下一个。这家飞机好贵，没满月就来当空乘，这么小。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实在说等着，我去找个贵的。今天在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你姓什么？我姓屎，什么屎？一人一口屎。你倒是大方。哎呦我的妈！一人一口确实挺大方。我们来看下一个。I love my school. I love my school. I can love you for four days.I love my school. Maybe 3 days. 看得出来，你是很乐乎你的 school， 确实很喜欢你的 school。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姑娘，过生日了，姑娘，姑娘前面，过生日了，姑娘，过生日，过生日了，过生日了，宝贝，妈妈带你来，过生日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许个愿，许个愿。60年后，既然妈过寿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没事没事，随时欢迎啊。你来吧，张总，我到时候一定盛情款待你。啊，你放心放心。找不到变脏总的感觉了。哎呦我的妈！你把这个视频发给脏总就行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师范大学，这是网友来评论。我们来个最后一个。130斤，本来是带他去爬山减肥的，结果爬到一半爬不动了，已经口吐白沫了。我们找了两个手杆人，就跟抬猪一样，把他从身上抬下来。然后我们另外一只狗就是那个萨摩耶，一直旁边笑他。手杆人笑出了，这辈子没抬过拉布拉多。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个视频一出，下面的网友给他配的上图雷震子。哎呦我的妈！我只能说一模一样。我们来看下一个。他们的评论说，好像冷宫里疯掉的妃子。
进入的非常到位。我们来个最后一个，高三宝们全体起立，全体上去举起右拳跟我宣誓，即将进的即将进的纪律进的纪律进的纪律进的不屈不犯，不屈不犯，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引爆力量，引爆力量，永远向前，永远向前，不屈不犯，不屈不犯，一点二百点，非要干2.0的活。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哥，快把音乐关了！一家一家的，哎呦我的妈！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下一个。下面的评论说：“我以为台上俩人是大碟子 DJ， 在家关掉，在学校暴力真的高。今天在网外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没有什么能难得到奶奶的。小孩哥哭着说要喝奶茶，奶奶就用笔在杯子上画出许多大珍珠，然后又把小米粥倒了进去。小孩哥看见奶奶手里的珍珠奶茶后，直接一口气给喝了个精光。从此，小孩哥对奶奶是深信不疑。当小孩哥看到爸爸吃薯片，于是又找到最爱他的奶奶要吃薯片，然后奶奶就用苹果切片装进薯片盒里。就这样，小孩哥吃到了爽口又多汁的薯片，然后看到爸爸手里的可乐后，又哭着要喝可乐。于是奶奶让他在门口等，然后奶奶就用茄子塞进可乐瓶子里。再加入清水拧紧盖子，小孩哥满足地开始炫起了可乐。最后小孩哥看到奶奶手里的火龙果，奶奶怕他吃坏肚子，就将火龙果挖掉果肉加入大米饭，为了做得更像还加入了芝麻。然后小孩哥拿着热气腾腾的火龙果炫了起来。小孩像这辈子没吃到过真皮，哎呦我的妈。这奶奶是真的六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小女孩说：“可恶，这就是这具身体的极限了吗？”这种小说还得是网友来写。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太虐了，眼泪从嘴里流下来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3, 2, 1, go！ 加油，吴雪艳！陈真还是吴雪艳？冠军是谁？好的。陈真还是吴雪艳？陈真还是吴雪艳？这个时候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啊！就想静下心来，看看最后的这一次较量。来，吴雪艳有机会，脚步飞快，24秒，跟陈真差不多。吴雪艳加把劲，跑起来，快快快！三十一！哇，吴雪艳，一鼓作气，最后一关，陈真还是吴雪艳？陈真是46。确实是天赋型选手，这些动作很少有人能好意思做。哎呦我的妈！确实不好意思做。我们来个下一个。你们俩耍背也不有一个。啊，弟弟弟。哇！你说，你怎么的？我想说什么龙吗？你俩。哥，你怎么了叔？哦，有多损呢？我们来个最后一个。二你却靠近了，比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或向前走，突然在一这分钟，延长狂想弥漫了等候，
一开口就知道不包邮。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烂妹说不好意思，装了反诈 APP。 哎呦我的妈，我这该死的笑点。我们来看下一个。我跟我妹今儿在那边是各玩各的，然后我看栅栏那边缝有点大，就去想看看，谁知道我妹妹在旁边玩那个通风管还有那个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家有两本。要是反锁了，那个灯是不是要跟着转几圈？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摸到台。哎呦我的妈！网友总结的很到位，我们来看下一个。我奶说梦话是跟这一模一样。真的说是一模一样。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自从我当着狗面吃过榴莲以后，他现在每次拉完屎都会过来叫我。妈，我不吃屎，我不要。哎呦，我到底应该怎么告诉你榴莲不是屎？看他又拿勺子出来了，此时我已经无力解释了。我吃的真的不是屎，你能明白吗？我一直吃。别寒了孩子的心，多少吃一口。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么长，你是打算去做黑鸭吗？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手这两天有点干吧？手这两天有点干吧？手干吧？你这手好像是脚开的。我还以为他是去包丧，结果他是去包喜。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杜嫂子吃繁衍吗？哎呦我的妈！非常真诚的祝福，我们来看下一个。走，去看电影。我不太想看。不想看电影，你想去干嘛？我想去做旋转木马。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太美了，拍完照我们就去做旋转木马。嘎嘎美。这旋转木马里全是熟人。
可以说是非常熟了。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怎么搞？还有人拍呢，给他拍到上了，拍上网上了。等红绿灯，踩住人的头吗？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啥？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种狗很贵吗？怎么只买了半只？哎呦我的妈！你是分期买的吗？我们来看下一个。下面网友给他配了张图，当睡醒的爸爸。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平时在这里养个鸡，四个数，我随便讲个段子，都比这会。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一家三口打方针都被防沉迷。哎呦我的妈！这网友总结的到位。我们来看下一个。比刚钓上来的鱼更活跃。当时准备跃龙门吗？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笑死！这么多人围着等我录头，还是在产房。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啊，就是一考免三考，免的分别是中考、高考还有研究生考试，然后就直接从初三变成一个硕士，就是很开心啊。自己现在虽然是初三，就是你不用考，但并不代表着我不能考。起早班练就是你志存高远的能力。而中考、高考练就是你的心态与意志，是练就是你脚踏实地的能力。中考、高考备考前的这一段时间很枯燥，很有压力，但是它恰恰就塑造了你这种坚毅的这种性格。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是培根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在初三课本里。我也是一考免三考，中考没考上，后面的都免了。哎呦我的妈！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个下一个。姐妹们，韩国大学的食堂可太适合减肥了，那高低今天得来一勺。哎呀，怎么又是泡菜呢？我感觉韩国人血液里面流的都是这个红彤彤的泡菜汁。海苔估计这辈子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单独成一道菜，养乐多居然也能够单独成一道菜，这个是糖心荷包蛋，真的是饿傻了。养乐多进入肠道后，这有什么可笑话的？但是吃的确实没必要消化。我们来个最后一个。看那个玩具已经看了很久了。是啊，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过这样一个玩具。儿子，看够了吗？看够了。看够了，来，我们回家了。你真的很喜欢吗？超级喜欢啊！那我们明天再来看好不好？等一下。是不是这个啊？好的。妈妈照片已经拍好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看。谢谢妈妈。走吧。医生说他真的很需要吸氧，孩子说没事，让他看别人吸一样。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那些年我在宫里的日子。哎呦我的妈！好一个在宫里的日子。我们来看下一个。你们都是什么原因没有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你们都是什么原因？来看这评论啊，不划算的，有那分数能报两大专的。哥们说的没毛病。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爸爸，你回来。
砍杀不正义。李征，爸爸，你要哭的闭嘴。没有爸爸。你错了吗？我错了，我不敢了。要是我儿子这样叫我，我拼了老命也得上去一块站着。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趁机走正门，并非走侧门吗？哎呦我的妈！这门还装的相当合理。我们来看下一个。全村唯一去过海边的人，高迪是全村的骄傲。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看哪个呀？是旁边那个。来，老板说，终于有人看出来，这是隐藏款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宝宝现在一周岁了，这里有十一本房本，以后都是他的嫁妆，这是娘家给他的底气，希望他以后不被琐事烦恼。果然人生最大的分水岭就是羊水。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班那个孩子就是他的性格比较活泼，比较爱说话，我就给他换了好几个同桌，他跟谁坐一起都能聊得开，所以就把他给我做一个了。这孩子也是怯场，谈大客户不行啊。你得多谈点大客户才能进步。我来看最后一个。一开始想造上的，原来是造上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酒香不怕巷子深。哎呦我的妈！喝的是你的味道太大了。我来个下一个。网友们，你们都有哪些女友无缘无故生气的神操作？早晨起床的时候，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说我亚洲人隐形的翅膀。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他在第一时间选择保护孩子。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对象亲手给你做的，而且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会勾起他美好的回忆？看完这个视频一定要给你的对象做一个，哪怕以后分开了，你去他那喝喜酒，当他看到这个比心衣架，心里一定会勾起那段甜美的回忆。分手后闺蜜说那个衣架哥，哎呦我的妈，非常的真实。我们来个下一个。我真的在打球，我不是在打球。6666，这个好，打了一年谁不认识谁。像什么像估计都没见过。我们来个最后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办案。都是我办什么案？我报案。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
南方小土豆要没地方睡，上我家来啊、哦！我家这炕反正不算太大，能睡100来人。大火炕，也就能睡100来人啊、哦！就说那大火炕，看看，两口子睡一张床上，都属于异地恋。哎呦我的妈！坐头等舱去见对方吧，我们两个像一个。有必要感。给你买了 iPhone5 你就要 5S 真的是出洋相的一不及时的出洋相我们来个最后一个一开始我看他把那个小猪拿出来在那洗我感觉挺搞笑的刚拍完我又发现那个小哥哥把我那个拖鞋又拿出来在那擦对待工作这么认真嘛感觉挺可爱的幸亏你没在厕所